Hello，听听看，请找出第一个字母发音是 “air” 的图片。第一个 ，book，book。第二个 ，apple，apple。现在右上角的星星开始倒数十秒，请赶快找出答案哦。这个就是第一个字母发音是 “a” 的图片 ，a，a，apple， 苹果，你答对了吗？